好，我是 Johnny J。果然走到哪里，你知道都躲不开蛋黄的长裙这个梗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不想再听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已经不想再听了。虽然他的确比你们节目里面所有的演员都要好笑。哎，想必蛋总，我头发跟你差不多，我也没什么蓬松的空间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喜欢脱口秀大会，我从第一季开始，我几乎其实每集都看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来这边发现，哎，原来还有这么多老面孔还在节目里面混。原来你们才是养成类的节目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好奇你们什么时候成团啊？别人练习是为了成团出道，但你们好像就是喜欢练习。我们 practice makes perfect。人家男团、女团都是练习生，你们是练习一生。在外面，你们就会被叫回锅肉，对吧？有的我看，其实都回了好几锅了，肉都快烂在锅里了。别的节目是用节目养成选手，你们是用选手来养成一个节目、啊。今天是这个节目的主题赛第三场，保持联系，保持距离呢，说的就是人与人面对社交的时候的矛盾的心态嘛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是一个不爱社交的人。对，大家都以为 rapper 好像都很会 social， 对。走到哪里，然后都是兄弟，都是 homie， 对，然后歌里也都是，你知道，灯红酒绿的，纸醉金迷的，对。我其实也尝试写过这一类的，然后但很难，因为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。嗯，我还去问别的 rapper， 我说：“哎，其实我看你生活也不是这样的呀，你怎么写的这么真呢、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哎，都从国外 rapper 歌里听的。”我其实是有点社恐的，就是人多的时候我很容易感到不安。对，以前想离开又找不到个借口，对，硬编一个理由吧，就是他们又不让我走。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，我老婆叫我回家。这句话特别管用，哪怕有时候我想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，我也得回家，不想走也得走。我不爱社交，也不爱混圈子。我之前写过一首歌叫《楼楼》，然后主要是讽刺一些就是没有作品，然后只会混圈的人。然后我说你们怎么混也混不成 Johnny J。对，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也不想混成 Johnny J 了，因为他们觉得 Johnny J 混得太惨了，都结婚了。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女团节目当导师，然后有人说我在节目里面不怎么教选手 rap， 对，然后其实我打心里面觉得 rap 不是教出来的，对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你的天赋，对，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天赋，就是搞笑天赋，就是蛋黄的长裙啊。我当时想这么唱谁爱听啊，结果发现哎，都爱听，哎，听得很开心。对，我发现我教的好像不是说唱，是说学逗唱啊。这个不错、啊。大众其实对 rapper 的看法都是说，哎 ，keep it real。哎，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啊、哦，这是一个误导。对，很多人说，我虽然唱得烂，但我搞得真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有人大家都这样，没人在乎你搞得好不好，只在乎你搞得真不真。那说唱节目需要什么导师吗？放四台测谎仪在那边，对吧？不过那样的话，我有个兄弟叫盖，他可能就有点惨了。老子命硬，学不来弯腰，四台测谎仪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这辈子都别想晋级了。对，可以，有点狠。
时尚圈很多人会 diss faker， 对，其实倒不是因为他们真，对，你要是真的 real 的话，你就把名字念出来啊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？因为安全，而且没有提名字，你知道，就是回旋的余地很大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说，哎，我是个 faker， 那我觉得你还挺 real 的，我讲真的。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社交，但我觉得其实过多无用的社交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。圈子混得再好，不如把业务搞好，因为我搞好了业务，所以就算我一直想跟那些人保持距离，他们也还是想跟我保持联系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Johnny J。 大家好，我是曾毅。大家一上来就笑了哈，腿怎么了？前两天啊，我跟林花在排练摔了一跤，哎，主办方啊特别紧张，跑过来一看，我的腿骨折了。林花呢挺好的，主办方就说，哎，太好了，凤凰传奇没有伤到要害，还可以接着演。那今天呢，为什么我一个人来上节目？因为啊，刚刚我跟林花在那边啊有个演出，我的部分呢早就唱完了。你看，我就来跑个通告嘛。很开心啊，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。今天的主题是不上班行不行？我的答案是不行。打着石膏都要上啊，就像今天我来讲脱口秀一样。一开始接到导演组的邀请的时候，哎呀，紧张的我话都不会说了。导演说曾毅，我说啊哈。有没有兴趣来讲一段脱口秀？我说啊哈。就你一个人来哦？我说欧耶欧耶。最近呢，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啊，大家很喜欢，开始关注我。哎，我确实挺适合这些短平快的东西。早期啊，在凤凰传奇呢，我没有存在感。你看，不相信啊，大家还记得一首歌叫《自由飞翔》吗？对，这首歌呢很特别，一开始啊就是我的词儿，我整整 rap 了六句啊，然后林花才开始唱，她一开口就对我的灵魂质问，是谁在唱歌？这也太好笑了吧。刚才说到工作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呢对工作的态度啊是什么呢？拿多少钱干多少活，多干一点都不愿意。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收入跟工作量不成正比。我也一样啊。不过我跟大家是相反的啊。但是啊，我觉得在职场中啊，不要斤斤计较，钱多钱少不是最重要的，多干一点呢也未必就吃亏。这么多年啊，我都是这么劝我的搭档林花，不要单飞的。啊，我们以前经常开会就开到凌晨两点，然后就去排练。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正经排练场地，找一块空地就开始排，一排呢就排到早上六点。本来是我们两个人排，诶，
慢慢的这人怎么越来越多，很多大爷大妈自发的来跟我们伴舞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每一个不曾让大爷大妈起舞的日子啊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我们呢从来也不敢松懈啊，就是希望给大家呢多带一些经典的作品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经典。经典有机奶，每百毫升含3.8克原生乳蛋白。听听这含量多高啊，比我的歌词含量都要高。当然了啊，除了经典的奶，还有经典的歌。今天呢，我难得自己出来上个节目，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大家独唱一首，要不要？要。solo，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哈，被只出现半分钟的人分走一半的钱是什么感觉。